各位合伙人、领导，你们好，我是香港 Core Business Consulting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团队的经理 Eco Wang， 我实名举报大中华区高级合伙人 Stephen Song 对我和我的同事进行性骚扰，同时举报香港 SCO 咨询团队总监 Hubert Sang 及高级经理 Florence Tan 利用女性下属作为对上级利益输送的性资源，以及事后恶意抹黑、污名化受害者的职场霸凌行为，很遗憾以这样的缘由与各位取得联系，希望你们能抽出几分钟读完我的邮件。事件详情：2023年2月8日晚9点，我收到同 team 高级经理 Florence Tan 的讯息，邀请我9点半在铜锣湾和 Stephen Song 唱 K。我大概在9点45分到达位于铜锣湾谢斐道482号的 Grand Mr KTV 52包厢。那时在场的有 Nelson Chow 我团队向港合伙人 Hubert Sen、Florence Tan 和 Stephen Song。9点45分、11点期间，陆续有另外5、6个同事到场。我和 Stephen 坐在一起聊天，他主动加我微信。期间 Florence 带头开不合时宜的玩笑，例如 Nicole 我是单身啊，他一个人住，洪总今晚可以去他家。我虽觉得在第一次见面的大领导面前开这种玩笑有些不适，但并不想影响当下的气氛，也跟大家一笑置之。事后得知 Tilbert 于当晚8点10点40分左右打电话和发讯息，多次催促正在加班的 Junior 女同事小 A 尽快赶来陪老板。尽管小 A 当时正在客户公司加班到深夜，他约我同大老细食饭，饮得好醉，你快啲来啦，洪总而家饮得好醉，你讲乜佢都应承你。而他并没有催促邀请其他男同事前来，很明显他对于谁来陪老板有明确的选择性和导向性。11点15分，小 E 大概在11点左右到达现场。一进包厢， Hubert 便跟他约坐大老板隔离，然后便安排他坐到了 Stephen 的右手边。Florence 在小 A 坐下之后对 Stephen 约洪总可以揽揽我，玩笑逐渐升级。Florence 多次大声问 Stephen， 洪总是喜欢 Nicole 多点还是小 A 多点啊？ Stephen 一会儿答小 A， 一会儿答 Nicole， 后逐渐开始主动大声说，我最喜欢 Nicole 常在我的审美上有感觉等言论。我只能回答谢谢老板欣赏。 Nelson 本添香港合伙人在11:15左右离开了现场。11点15分、11点30分，事态以人无法想象的速度突然升级。我、Stephen、Hubert 和另一名女同事坐在一起合唱了几首歌。期间坐在我右手边的 Stephen 把左手移到我的腰上，之后他竟然开始将手往上移。我意识到事情严重，开始扭动身体和夹紧手臂制止。他并没有停下来，左手转移搭上我的肩，并滑到我的胸部抚摸。我加大扭动，并找住他的手来制止，他便顺势牵住我的手，再吓得全身是汗。他竟然亲了一下我的脸，然后企图将手从我的衣服底部伸进来。我忍无可忍，转头对他说 Stephen， 真的不行。他继续尝试，直到我重复碎了一片，他才停止，终于起身去了洗手间。我惊魂未定，坐在左边的几个同事马上来问我 OK 吗？我才知道原来坐我左边的同事有感觉到我逐渐加大的动静。他们建议等下假借去厕所，回来后和我调换位置。我在起身去厕所的时候跟 Hubert 擦身而过，我对他说，我顶唔顺啦，快啲埋单走啦。他立刻拒绝了我的要求。我越他是咁咸猪手，他轻笑了一下说，哦是啊。我在厕所对解救我的女同事详细叙述了经过，并表示我们必须马上买单离开，不能再继续玩了。
几分钟后回到包厢， Steven 已经整个人扑在了坐在他右手边的小 A 身上。根据小 A 事后的描述，当时 Steven 突然扑过来，双手还要抱住他，其中一只手要过他的肩膀摸他的胸，他一直尝试拉开手，但感受到 Steven 很大力地坚持继续。此时他开始向 Florence 和另一个男同事求救， Florence 作为现场唯一的女性高管，不仅没有施予援手，还拿起手机对住他和 Steven。 只有那位男同事过来提议小 A 一起回家，期间也有两名女同事主动过去提出和 Steven 干杯，合照为小 A 解围。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其中一位女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多次要求 Hilbert 立刻买单结束当晚， Hilbert 才终于同意。而 Florence 当时对这位女同事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黑暗。11:30之后离开包厢前， Steven 站起来又拥抱了小 A 超过10秒钟，然后他又来拥抱我，并且他还试图找我的嘴，我阻挡又挡才得以脱身。事后小 A 对我说， Steven 当时也有尝试在拥抱的时候亲他。在准备离开包厢之前， Steven 问我， Nicole 不送我回酒店吗？我以不顺路不方便为由拒绝。当晚活动结束，但欺凌和恶意还在继续。 Florence 在回家的 taxi 上对住其他三位的同事发表了以下言论：我觉得 Nicole 是 Enjoy 记得，其实边个知佢是不是靠咁样嚟上位呢？我见到他一来就即刻同大老板交换咗微信，佢自己年纪都唔细了，一定对呢啲男女身体接触有经验啦，应该知道 boundary 喺边。 From my understanding， 佢唔 say no 即系默许。当晚到这里基本结束。此事对我和小 A 的身心造成严重影响，连续几天精神萎靡，心理消极。小 A 甚至在事情发生后一周还能感受到 Steven 当时捏他胸部的力度，并已决定求助于心理医生发声。职场性骚扰是上位者利用资源和权职对于下位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和践踏，如今 MeToo 运动在全球如火如荼，社会上支援女性的声音振聋发聩。作为供职于顶级跨国审计咨询公司10余年的高管，竟能在公开场合利用权职做出如此下流无耻的举动，发表如此冷漠恶毒的言论，实在让人咋舌。黑箱日本之子，这本记录真实性侵害的书为什么也叫日本之子，是因为此事件绝不是一个男性加害者之此，而是整个社会、司法、行政、媒体各个系统的耻辱。从我所经历的此事件来看，加害者固然可耻，但更是组织者、煽动者、冷眼旁观者、粉饰太平者之耻，是团队价值观和文化之耻，是升职加薪绩效考核体系之耻。 Steven 直接管理大中华区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 SCO 团队，他掌握 Hilbert 和 Florence 的升迁大权，而在香港众人皆知本添的生杀大权，除了合伙人以外就在这两人手里。 Steven 的行为固然可耻，但事态发展至此，绝对离不开 Hilbert 和 Florence 的积极组织、怂恿和推波助澜，在工作延伸场合中召集催促女同事前来陪同老板，怂恿老板进行肢体接触。面对性骚扰的发生，两人作为团队核心领导人，不仅没有立刻制止保护下属，反而乐见其成，并在事后污名化受害者，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两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不以为然。事发第二天已经又开始驻守安排3月 Steven 的访港团队聚餐。事发之后我一直在想，在场所有的男性高管无一例外都有女儿，
事后到处抹黑受害者的高级经理，自己也身为女性。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女儿有一天也会进入职场？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受到这样的对待吗？他们会揣测也许自己的女儿很享受并且以之为上位的捷径吗？他们会责怪自己的女儿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领导吗？他们会不会鼓励自己的女儿站出来指认加害者，勇敢地为女性发声呢？我真的很疑惑。我毕业即加入四大咨询，至今已在四大效力近七年，期间一直勤恳工作，表现优良，善待下属。在我之前就职的某四大和如今基共事过的同事都对我的人品、为人处事有目共睹。我曾多次私下及公开场合表示十分认可四大企业文化和员工价值观，却没想到如今被区域高层视为草芥，肆意践踏，被直属上级利用，作为取悦其顶头上司的性资源进行利益输送。我也为组织者、怂恿者的冷眼旁观、恶意中伤感到无比心寒和悲哀。我所受的教育、我立足于世的价值观不允许我忍气吞声，不允许我息事宁人。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人、行为、言论、价值观在2023年存在。我无法容忍在我曾无比喜爱和信任的团队中被这样践踏和恶意抹黑。我也无法容忍看到这工作了不到两年的 Junior 受到这样的欺凌而手足无措。我必须站出来发声，如果我不站出来，这些加害者、组织者和旁观者会继续倚仗权职扭曲事实，欺凌更多的弱者，会继续肆意抹黑受害者，宣扬受害者有罪论，会继续助长乌烟瘴气的团队氛围，影响 A 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形象。我本想在辞职之后举报此事，但我夜不能寐，必须立刻做出反击。我人微言轻，但我心四大的核心价值观，我有理由信任 A， 我有理由相信核心管理层能听到我的发声，并为我们主持公道。我们没有错，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我希望公司不仅对加害者，更要对组织者、煽动者和恶意抹黑者做出严肃惩戒。我不接受任何的道歉和赔偿，只希望正义能够伸张，真相能够还原，还受害人一个公道，还职场女性一个公平，还一个正直的企业价值观，充满正义的企业文化和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工作环境。此致敬意 ，Nicole。